琴都准备好了吧？东西呢？带来了吗？啊，那是彩铃，跟上次那个人，点点。那是什么啊？我来看看。这是我爸的遗物。出车祸的时候，我爸手上握着这条项链。你那边还留着我送你的项链吗？为什么要突然提起那条项链？我今天在殷点点那里看到他爸爸去世时手里握着的那条项链，居然跟我送你的一模一样。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，爱是点点滴滴，全新2小时。